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欧记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按摩，按摩有小姐来吗？按摩没有，就是躺着可以。没有。好 ，Go！ 啊啊啊！开始好痛，好痛，太痛痛了，靠，太痛了啦！扔掉，扔掉！我投降了啦！不行啦，没有啦，好痛哦，我不要了啦。好，换人。啊！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好痛对不对？好痛！我看我没有骗你对不对？妈的，我骗你有小狗！乱叫一通！我没有乱叫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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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师傅，师傅！口水要流出来，干！啊！来了，终于又回来了，已经隔年了。中间我们历经了这个疫情搬家，然后你没搬家，你是干嘛？我脚断掉。脚断掉，好，脚受伤。我跟你讲，人生真的很复杂，人生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的。好，不管，反正终归一句话，辛苦教练。然后我们终于半个月的时间骑满，虽然时间延长了，我们中间有中断一段时间，然后后来企划再开。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后面的数据。可是我觉得啊，我现在看泰山这个样子，你拍他，你拍他。比公斤数我稳输的啊！教练，我要什么可以往回颓势的方式吗？泰山看起来就是什么都消了，所以我们要跟他拼的是、小鸟变小了。我们要想办法势均力敌，看剩下肌肉跟他拼了。對對對對，不然这样，我们给教练当裁判了。这次我们吴教练搭配我们的叮当营养师，搭配这个整脊师加我。哇，这一连串的，我觉得它不是只有要让我们瘦而已，而且要让我们瘦得很健康，肌肉不能掉太多，维持体态的标准。所以我决定让吴教练来帮我们做个评审。对，你从各方面除了减重以外，还有肌肉量啊、皮脂肪啊、比例等等。对，你先讲一下我们之前的数据，那待会我们就去测现在的数据。好，最后来让你做断夺。OK， 那我们这个最重要就看三个东西啊，一个就是体重有没有下降，大家最在乎的嘛，那第二个就是体脂肪的重量啊，不要说失去的都是水分而已，脂肪都没变少，对，那再来就是减重过程当中肌肉是不是都流失了，所以当然脂肪要少，肌肉要多，身体才会好用。OK， 然后我们先看到小师哥体重 91.9 公斤，肌肉的重量 39.7 公斤，对，脂肪的重量 22.3 公斤，我们都是比重量哦，跟一般人在测的体脂率那个叫比率，那个是不一样，你的脂肪重量
重量占你的体重的几趴，这个叫比率。哦，对，那那个就会受到你的体重啊那些去影响到。对，没有，我们老老实实的跟你比的是体重。那我们看完小师哥，再来就看泰山上次体重，所以小师哥一直在凹的就是起可恶，起始点。对，起始点。起跑点跟人家不一样，他起跑点是。对啊，100.6公斤，肌肉的重量是42.8公斤，然后脂肪的重量是25.2公斤，然后所以他之前脂肪大概重我3公斤左右，但他肌肉也比你重，他可能会掉肌肉，对，他可能会掉很多肌肉，因为他如果都是用有氧燃脂的方式瘦身，而且他越吃越少，所以跟饮食也有关系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知道这个基数了，我们就直接去后撤。对啊，关键时刻，走吧。脱鞋脱袜。手表就500克，下面金属物品哦，金属物品哦。等一下我先把珠珠拿出来，等一下。完了，我轻没多少。大拇指压好，手握紧，然后张开，对，姿势前方，自然的呼吸。好。OK， 那我们可以来拍一下这边。哎、欸，体脂变高哎、欸！对啊，这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哦、喔，我的骨骼肌变轻，我的体脂肪变多，怎么可能？完蛋了！换泰山，换泰山，怎么可能？要瘦啊，差不多差不多10公斤呢、欸。没话说了吧？泰山真的差有过多，骨骼肌39.7，体脂肪28.9，体脂质量数据26.8，骨骼肌重39.7，然后体脂肪20.9，90.7，体脂。我觉得小师应该要再测一次。耶、yeah, ，给我上诉的机会，我看我这次还有什么可以拖。肌肉也掉太多了吧？对呀、啊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跟刚刚差不多。好，怎么会这样？好了，没关系啊，这个认命了啦。对啊，所以请裁判宣判，这没有什么好说吧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体重输，肌肉重量输，而且还比上次还多呢。脂肪重量输，三输哎、欸，这么狠，三输哎。欸我上次有这个吗？差吧，看，这怎样？哎、欸，会动哎、欸？为什么？哎呀，我变成健力选手了。哎、欸，换你的拖啊！哇哇哎、欸，哇几块？4块？哎、欸，再拉低一点呐、啊！不要了，没有东西。哇哎、欸，他在变很瘦。可是我不是有肉。哎、欸，那我等下变成健力选手。自由落跳吗？来，我看他像这样做的东西。好可爱！有没有？以前那个摔跤那个。我泰山真的是很有感，有认真。欸、你再吹一下就那个人。泰山只是不喝酒就这样吗？难道我本来就没喝酒，为什么我这样？因为这样。本来就不喝酒。我也是有做运动的。对。有了，你的肚子有消。消很多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只要把它弄掉，你把那边再吹一下，应该就可以。哇，但这边很瘦。哇、哦，你怎么捏？你怎么捏这样？我没办法捏成这样。你的是因为太硬了，全身的筋膜、肌肉都紧绷。还是我的斜方肌有没有？斜方肌代偿，你知道吗？不管坐哪里都是斜方肌代用力。对，没错。Giant Lee风化感应是高压清洗机。售后护理是渣男，负责到底是暖男。风化买了不怕贵算盘。其实我觉得有好的，不管运动咨询还是营养师，他那个放松也很重要哦，所以我觉得都蛮重要，而且有专业人员可以咨询，这很不错，因为可以比较健康嘛。因为像我，其实中间有一直跟营养师还有胡教练一直在讨论说，为什么我的数字一直卡住，然后饮食跟我的运动习惯基本上都保持还不错，唯一一个睡眠就没办法解决，要不然就是我身患隐疾。中间那个营养师一度还跟我讲说，你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，因为他觉得很奇怪，他觉得照我这样子的做法，为什么会数字一直卡在那个地方？所以这个我是不是要去看医生？不要啦，妈的没看没事看是不是？我真的是妈不看医生派的好不好？可是我觉得这样再怎么忙，我觉得还是要养成运动的习惯。最后我觉得
刚跟教练讨论，不管那个数字怎么样，但我觉得我现在的身体是舒服，每天的心情会比较愉快一点，不然每天鸟事那么多。然后这个金州湖教练最近在景美的沪江高中第三家店，有游泳池、球场、健身房、瑜伽教室，就欢迎大家去使用。没错，哎，那如果不知道详情要去哪，有官方网站吗？有，脸书粉丝专页哦，去搜寻就可以看到沪江高中相关的这个运动的讯息。对，然后啊，对，我知道，我看到叮当营养师他今天没来，他出新书，顺便帮他介绍一下。他这个整集师资讯我们也放着。哎，我还是跟泰山讲，这个要持续。有，我还是有持续。对，做。可是你真的有运动吗？我都没有看到运动哎。我在家里有做俯卧撑、卷腹。嗯。然后现在我不能做深蹲哦，所以他只做卷腹跟俯卧撑，你看超过100公斤的，那我饮食也是有控制的。我是觉得他饮食差最多，然后也不喝酒。对，事实证明，像我们这种本来就不喝酒就比较倒霉。对，妈的，我等一下下去要先开瓶酒来喝。啊，堕落，然后之后再不喝酒才可以差很多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的持续努力，如果之后大家如果看到泰山身材越来越好，你们就知道，改天再跟大家分享我们持续运动的结果，好不好？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好不好？疫情当道，注意防疫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到底为什么？妈的，我要去大吃大喝了，走了啦。那我要去开 party 了啦。泰山，那你这3个月的时间有什么心得？不止三个月了吧？不止三个月了。对啊，扣掉过年，其实过年我也没吃很多哎。主要最明显就是没有喝酒了。问题是我其实蛮想喝一下的。你都没有喝酒吗？一次都没有。没有，我都没有。你说你之前是一天2罐，最多大概1天1罐这样，是真的有差。有空我就会做一下运动啊。其实身体是有差了，变轻松很多，但有些地方掉不下来，是很那个物质。有没有想放弃过？有啊，可是有想，可是后来想一想啊，都做到这边了，我就继续就好了。那这样子会不会计划结束了，你又开始喝酒？不会，可是可以喝一瓶吧？哦，有，一天可以喝吧？受不了了。有那种感觉、喔、一个礼拜喝一瓶不行吗？喝一下嘛，犒赏自己一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总是要有一些动力。我觉得自己一个人会坐在那边开一瓶酒喝，我真的觉得干就单纯爱喝而已。我觉得这比较严重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如果说、啊、大家一起出去聚会开 party 啊，喝个1罐2罐，我觉得那还蛮正常的。自己会坐在那边拿酒喝，我觉得干那是酒鬼。我是酒鬼。你对现在的自己的身材满意吗？当然是不满意啊，还是有一些肥肉。所以你希望把它们全部铲除掉？尽量铲掉了，那个要铲很难诶，而且我每天又如果一直坐着，这边其实很容易就积出来。所以要躺着。对。哦，好了，加油！哎，勉励一下大家。对，勉励一下大家。大家有空哦。不管再忙，还是抽一下时间做一下运动，会对自己身体比较精神会好一点。怎样？有什么事？没有，我要访问你啊。访什么？这段时间的健身之路、减脂之路的心得。走啦，吃东西了啦，干。50%饱而已。等下楼下我刚刚看到寿司，再去吃寿司，要不要？你看你为什么安静？我要吃多一点才会长肌肉。我都毕竟我都掉肌肉了。先引诱泰山喝一杯啤酒，之后他就开始喝啤酒。对，又上瘾，动了一条，不喝这样。吃饱了，第二摊呢？干什么 ？Avia Mobile 周辺機器の Top ブランド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0秒开机。